这场打得这么难堪，您有考虑过换个战术吗？我今天还得问一句，你们爱排球吗？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？庄长宁。我们要了。这二传什么名字？丁翔。惠若琪，是综合指导发掘的核心球员。以前国家队是12个人，现在我可能选30个人。30个如果不够，那就100个。为什么打球？为我爸妈。那你永远也打不出来。再想，成为你，那你就搞错了。其实我就是放不下。我们这代人是苦过来的。你们应该打出你们自己的排球，放开了打，豁出去打。中国女排，走！我和你们在一起。你是我见过最棒的球员。你不用成为我，你只要成为你自己。今天就练到这儿吧，去谈恋爱吧。